承受不了这份大礼，怎么办？二角，好恐怖！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看一下，我分享荧幕。好啊。这里，他居然放了就这样四张，里面一大堆，你看。等等哦，画面一直出不来。你看也没到48个人，意思是说快要到48个人，我的天哪！啊，我他实记际，得，Oh my god！我实际上预计有要画出来的也没有到40个那么多。要不然他是怎么无中生有的？就，我真的超级无敌惊恐。超级无敌惊恐！哦，点出来看，点出来看，点出来！My God，这太恐怖了，哦，这太哎恐怖，这太恐怖。呀，哎而且我居然都认得他们是谁，茫茫的，我居然都认得，我的老天爷！我还不太记得。没有，因为我是画他们的，所以我基本上就这几。当然啦，这张不错哎。啊，好的，虫虫，好的，虫子，好的，虫子。你确定你是喜欢吃那个吗？你不是喜欢吃腐肉哦？没有，你现在对腐肉那个恐吓了。对对，腐肉恐惧。啊，你笑了，我，米哎，崩出这样，土出那么快。我想一下这边，哎，都，你也忘了，被遗忘的角色。不是因为这边太挤，有一些角色忘记，像这里面他画了一些，画一部分被，我也不能讲是被删除或者是被取消，我只能说是被移除，因被为移除。打算在另外一个，比如说这个木乃伊，我记得我是要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故事里面。所以然后这个我记得是我之前画的深海守卫拟人，我的天哪！所以 reset 没有那个木乃伊了，酷酷，我也木乃伊了，酷酷。那这个实际上我真的不太记得，因为我记得有这种眼睛的只有一个，一只是长在尾巴的，住在月球，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有掺杂一些自己的角色在里面。哦吼，原来都是。因为像这个我真的不记得。但你知道去翻你，我看我记得，我想起来了，我看到这边，我想起来了，这个他超帅的，超帅你还忘记？哦，对你那个是不是因为你一直开着防毒软体啊？我看还在右下角跑来跑去。没有，我刚刚已经关安静游戏模式，而且我还永久停用啊，真可怕。然后不知道是怎样，他就哇这里。这里，蓝色是某个专区，蓝色是还有 Mario Cat， 掰不出那个，掰不出角色来就画一堆某个空，真是太丑。你靠腰，连以前僵尸猪人的拟人都出现了，哈，好屌！这是血魔像的拟人，好屌！我天哪，有一些我都差一点要忘记。哦，没有，他不止画 reset 的 safe 啊，他还有画另外一个以僵尸为主题的女主角，所以他几乎把全部都给搬出来了。他记得你说，他几乎把所有我画过的都搬出来。他记得你的黑历史，你要有眼睛。等一下，好厉害，这个好厉害，这太夸张了。不过还是有一些我不太记得，像这个绝对是他自己的角色啊，是吗？我真的我，对啊，我没有画过头上有戴耳机，对，阿干，我知道是谁了，现在又知道他可能误会他有办法这样子长出眼睛，其实不是，我猜，因为我唯一有画过头上有戴耳机的是橘子，啊，橘子，然后橘子的能力就是他。他的头发，因为橘子是植物嘛，他的头发就是可以像藤蔓一样，就是有一些荆棘啊之类的。哦，原来如此。然后他好像误会那是跟寄生兽类似的东西。啊，橘子现在不是变坏了？没有，他现在又我不知道啊，反正他刚好这现在又跟我同班，靠腰，根本孽缘。什么？要跟你同班同学校，对啊，他刚好跟我同学校，他原本要去考军校，
啊，结果他没考上，啊、他没有考上，啊、他要掉下来，然后刚好，太塞了吧？对啊，超塞，超塞，超塞。所以他就在求你说：“那我们继续再当那个吧，双人实况。”还是已经没有他的份了，姑姑。这一切实在是太变态了。选择自动选择。Windows 的自动选择都很鸡掰。天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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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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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堆金子，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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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然后旁边还可以卖广告。哦，下次你凑人玩玩看这个，觉得不要，觉得好微软哦。老妈大人在放哦，这个是刚哦，老妈，所以他们只是多了一则讯息吗？那这没问题。老妈大人怎么了？老妈大人在旁边，所以他不能开居家。啊，老妈大人，不是说你老妈吗？没有啦，他是在说他老妈。哦，他也有老妈问题，老妈问题不是只有我有的好不好？这种狗屎烂蛋问题，当然大家都有。好吧。天啊，这四张图没有经过你同意的话，有些角色他没画到，对不起。问题是我已经记不起来到底还有什么他没有画到。那就翻你的本本吧。来，我们开始。对，这个的确是橘子，橘子是这边的眼睛被盖住，哦、然后就是他头上有类似这样的东西，但不会长眼睛，然后他衣服就是这样。对，没错，这个真的是橘子。我的天哪！天哪！天哪！太神啦！这张特别超蓝。哎、欸，这真的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屌的庆生图。这比全家图，这比那些就是只画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背就打生日快乐哦哦 哦, 哦，就超级无敌漂亮的那种图，我觉得都还比不上中图，中图太厉害了。对啊，全家福、哦，太扯了。然后这个，这个我想可能是就是刚很帅这个的另外一个，因为他就是他原本就只有他自己，然后后来就经过一些事情，就他体内就被分离出了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然后是女生，哦，然后她可能误会，就因为头上这个其实是纽扣，不管怎么看，感觉应该就是这样子。I don't know。原来如此。然后还有几个画的部分太少，所以我认不出来的。快去翻本本。没有啊，基本上那些都没有，很多都没有留到记录了。可是我觉得我很惊讶的是这个我真的已经几乎忘记他了，他居然还记得木乃伊，不是，这不是木乃伊，这等一下，他想画这个到底是木乃伊还是僵尸说女人呢？不知道，他没有拿剑，所以我不清楚。都女的没，他、啊、靠腰，这个不是以前的我吗？哈，以前我的人是不是长这样？不是跟现在一样吗？有什么差别？没有，不一样。以前我这边有两条，而且是长袖，超热。啊，真假的？而且上面条纹没有现在这么，没有现在那么。真的假的？他真的还画以前的你哦，太神了吧！真的超神，太神了呢！我不知道可以说什么，这好厉害哦！好厉害哦，他姐。哦，还闲到可以画以前的你，哦，太厉害了！我这，我没发现。哎，背面这个还是彩虹图。对啊，哇塞，还一边庆祝同性结婚。哇，太瞎了啦！太瞎了，怎么那么厉害？还有他这个他也误会了，这并不是缝起来的，这个其实只是一块贴布而已。不过没关系。
就已经很厉害。贴布比较帅，都很帅，都进化到那个缝起来了，都超帅的。然后这个真的，你真的是吃虫的吗？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很想要吃虫。对啊，这里面应该有放一些他的原创角，或者是一些我忘记的人。你去问他、啊。因为其实我不太记得我有画刘海这样。啊啊，那是他啊。啊哦，这是他。对啊，啊我嘞。对，没有啊，我现在是找他算账。没有没有，我没有你，是你的贺图当然没有我，酷酷。我正试着认出，还在思考。这里面应该有放一些他自己的原创角，所以我才会认不出来。嗯，你去问他、啊，你问问看你。我天哪，我的天哪哦！我先其实我有做整理，有些是的角色，等一下，他居然有人会去做这种东西，我。你的那个角色不是伊托拉库，他进来还可以帮你。太扯了吧！而且我角色大部分虽然设定都在脑袋里面都想好了，可是还没有公开哎。啊！他真的知道里面有一个是全世界唯一一只狗吗？他真的知道里面有一个是喂娘吗？啊！他真的知道里面有一个是用橘子当做。就是底底，就是以橘子为底的一个角色，嗯，然后那个角色也是一个就是肉食的橘子，然后很变态。哦，这个世界里面唯一一个色情的人，以橘子为底，就知道那个底的人是多么的，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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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说什么，说谢谢。这神让我吓尿，我的老二，哦、老天，不是老二，你不要这样啊。不要老二啊！我家只有我一个，好不好？我没有老二啊，可怜、啊、我。我说我家里没有第二个小孩啊，第二个小孩听起来不太好。不要误会啊，听起来不是很好听。天哪、啊！太神了！太神了！痛哭流涕，哎，你现在冲过去有没有爆插播？太夸张了，我这太夸张了，他给你做那么多，你这下子也要加他进那个 reset 的 safe。我真的没有想过那么多过去的角色，他全部都还记得，还他几乎把我所有我记得的角色全部都画出来。嗯，太扯了吧！我甚至连有没有给他看过我都不知道。我真的有给他看过这么多角色吗？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有给他看过这么多角色吗？真的还是假的？听这一讲实在是有够好笑的，感觉他可以偷窥你的心灵，他知道你的一举一动，太恐怖啦！真的太神了啦！我现在正努力认出来下面这一排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中正最下面中间那一个我不太清楚。最下面中间这一个我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很普通，他的服装还有发型都太大众，所以对啊。可是这我知道，这个是啊对啊。啊、我不小心把他那么有特色的发型改了。他有特色的发型就是说他这边有扎起来，然后就刘海就往旁边拨。哦。可是我现在画的他刘海下来了。哦。哇。哦。啊没关系，我讲。他头发还跟他看起来像鼻子一样。我想起来了。还好我这是那个角色设定图我还没有画出来，所以我可以趁机。
我还有改的机会。对啊，好险，好险。对啊，你还可以趁机改，然后他姐姐画错，然后你再跟他讲说你画错了啦，给我改，不然没有啊，他画对了、啊，就是这样啊。这个事你就毁了，不要这样。哦，他那个头发，看那在那个鼻子那个方向，真的超像鼻子。可是我真的就是很喜欢画中间这种刘海。嗯，然后我忘记我只记得我，就是我画过角色里面会穿吊嘎的就只有一个烈焰神。哦，太冷了。可是，那这个呢？这烈焰神是最有烈焰神是最有可能裸体的 啊这个，该不会是两代的烈焰神吧？你有画烈焰神裸体过吗？我怎么也没印象。而且我记得，不对啊，我画女生裸，我画女生裸体，我觉得会，我至少会给她绑绷带，我不会这样只用手给她遮，我才不会这样。这样这漫画真的很难画，你知道吗？因为一定，那每画到她每一个都要小心有挡住，靠腰，不然就变十八禁。我老天，本来就是的，不是吗？太扯了啦！太扯了，真的太扯了，太扯了。真是太厉害了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说，其实这个才是烈焰神，因为他手上有拿棒棒。嗯，他有穿那么多衣服。我设计过角色会拿棒棒的，就只有烈焰神。那到底是怎样？你现在已经有三只烈焰神候补。都是那个原作那个设计不良。Oh my god！ 所以他做那个才做的就是，其实他不是一直说他在画某个东西，然后他画多久？原来是在画这个哦。嗯哼，靠，太扯了吧！天啊！其实他之前就给我看过一小部分啊，就只有那个彩虹图，不是彩虹图，就是给你吃虫的那个蛋糕图。他给我看一小部分还没上色，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上色啊。他跟我讲说不要跟你讲，这是惊喜。哦，你真的是很大牌。Oh my god！ 可是他没给我。我刚忽然看到这里有四张图，然后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就是我曾经画过的角色的时候，我就一整个愣住。嗯，刚我不是忽然有一瞬间，然后就。一直没有讲过。对啊，对啊。我也愣住了，他给你这么丰富的一张图，哇！太神奇了，太神了！米崩真的是事业越做越大了。天啊，事业越做越大。对啊，他最后是想征那个，他野心应该是不止想征服我们两位哦。那怎么办？他以后生日我觉得我也得送差不多的东西给他、欸啊、可是也没办法，他没有什么，因为他没有很常 po 画画的东西给我看，所以我并不没有。你去他的那个，你去他 blog post 的，然后 pixiv 没有他、那個。我告诉你，他有办法画那么多，是主要是因为这里面有超过有差不多超过六成以上的都是没有公开的角色，嗯，然后。是因为就是日游是有私下有一直在 MCCHREC 那边有聊过，所以才知道的。是哦，我都没看到。没有，因为有啦，我记得你也有看到了。嗯，就是、我不知道，就可能印象比较没那么有印象。嗯、我也是，啊、我自己都没那么有印象，他居然有帮我画出来。哦，太瞎了啦！所以千万不可以那个让女人生气，要不然他会记你一辈子。你会死的很难看，这太厉害了，太神了！天哪、啊，我也觉得好惭愧哦。他生日什么时候啊？天哪、啊，我们要联合送他。他生日什么时候啊？我天哪、啊，他生日什么时候？我看一下。你知道我超级不会送礼物这种东西。9月9号啊，谢车剩一个月了，我们要准备什么？快点快点，我们要想。太扯了啦，太扯太扯太扯。他23岁啊，好老、喔。而且搞不好，就像是我在很久以前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 FB 有很
很严重的年龄限制，所以我就生日这一行我就全部乱打，结果就有人误会我生日，把我以为我是天秤座，所以我怕搞不好九月九日那天我送给他那份大礼，就害他变得不好意思说出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请下次再送一份，谢谢。天哪！哎、欸，我生日，我今天生日才刚开始就惊喜满满，所以我昨天睡成这样，我就是为了等待今天的所有惊喜嘛。所以说不定明天早上你的随身碟复活，然后你妈中了乐透，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月球了。哦，你实在是太奸诈了。我还是不要去月球了。在想些什么呢？抛文说：“哦，天哪，太扯了啊 ！www 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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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太扯了。”结果就出现两个角色，对啊，很白痴哎、欸！你直接把前面打字的那一段去掉啊，留后面那个就好。对，對然后不要，然后最好加个标签废文，就星星一星星眼睛好了。太神了。等到今天结束，我可能又要再睡一次了。我该不会就没好运了？我该不会就被这对……哦，你打算打什么鬼？玩坏了，就在一个井废门。我的天啊！你的天啊！昨天摔成这样，错字一个，超难打字。我的老天爷 ，Jesus！ 哦，你真的哎，哦。为什么会变全形？那个 Shift 加空白键。哦。对啊，每次出现那个全形，我就吓老半死，怎么弄不掉，只能重新开机。哦，以前我真笨。我打个字而已，代价那么大，我竟然要重开机。标签最后面还吐槽自己北七哦，等一下我就给你去加一个标签废文，马上就秒赚、哦，这太扯了，太扯啦！哎、欸，没有啦，他占的是其他东西，抱歉，他占的是这只，是这个唯一的幸存者。哦，话说他头上的蜘蛛我忘了画，嗯，靠腰，他跟阿亚克的手环一样一起被遗忘，阿亚克被遗忘。没有，他的手环，手环，他手环和脚环，他有手环和脚环，哦，可是我不小心忘掉了，嗯，可能，太神了、嗯，然后你在这又在打同样的东西，你干脆 copy paste 的就好了，哦，对，你在那个推特打那么少东西，因为现在我那个手机我 FB 移掉了。对，我一直打不开，所以我就跟着怒移啊！我可能有机会我在那个回复原厂设定吧，好、哦，这会哦，这是我最大的挫折了。所以说你刚说我推特怎么了？啊，你推特都打那么少的文，我又看不到 FB， 所以呢，我就想说你到底是有什么心事的、啊？对啊，然后没有，其实我最近我都在打推特，就我这些东西我记不。我基本上我 FB 都没有讲到相关的事情，几乎是哦。对，我现在几乎就这种东西，我都是刷在推特。哦，就是、除非是一些
是一些就是满满的抱怨，就是那种超级长篇的那种东西，我才放 FB，因为推特放不下那么多。对啊，对啊，限制140个字，嘿嘿嘿，就是不要让你抱怨的。长颈鹿，长颈鹿，这是让我想到 Pius 那边那个什么 Lover， 我忘记了，电影爱好者。没印象，我没看过。对啊，好久没追 Pius 一遍。哦，又好久没追。又好久没追。对，又好久没追。对啊，吃完今天的午餐三明治。主餐没做，所以我先上来。结果煮完午餐的阿妈放生了你，就叫你不要那个，就叫你跟阿妈道歉呗。而且我觉得这张图很好笑，这张图这边就 Gunman is a legend， 然后本来其实看起来还不会太奇怪，可是这边加一个真的啦，就像扣油尤其要看不懂日文的，然后就哈中心满满的废文，忘记网络上最美丽的地方。你干脆那个画，你干脆那个自己改图啊，每一个都不卡还要扣。哇，我会想那么做，太神奇了。哦，好啊，啊，我爸要叫我了啦。哇哇，升官了。好啊，等一下我还。旁边那个到底是什么啊？那个是哦，鼻子就头里和毛给合起来的样子、啊、哦，这下我看得出来。然后结果海球就回我毛给给，那超可爱。不然呢？毛给给，不知道毛给给，毛给给，毛给毛给，这实在太好玩了，太神了！不然你以后再画这个、哦。啊，趴掉出来了，结果马上就有一个人评论：问号惊叹号，惊叹号你妹！我觉得如果你下次有空，然后接下来你就再看一下这个记录的话，你可能会有几个你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你就会忽然觉得靠腰。我也会觉得哦，天哪！为什么当初要做这个事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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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是我做的啊？没有啊，就是你要去，好像是去拿东西之类的。嗯。然后你就今天在观众面前表演特技那一段。嗯。那你知道那一段我做了什么吗？什么？就是我对着你放屁。You motherfucker！ 朋友竟然是这样子被虐，这样子不受尊重的，觉得伤心。哎呀，朋友太好，觉得会变这样，更变损友了。变损友，损成这样太瞎了，超级损。哼，我得先下啦。好，拜拜，拜拜。